看4360垭口到了。从那个草甸房子那里爬上来的，上面都是大雾。哎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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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哦，这是今天最高的，这都是下坡了。哎呀，哎，哦，嗨，美女，你在这等呢哈，好，啊，里马石，哦，哎呦。里马石，4364，哎，在一个户外，哪个户外？哎，超越户外。微微唱的蓝莲花就是这种植物，他唱的是佛教歌曲《唐玄奘西天取经》。蓝莲花，哎呀，我先下了。好，你先下。啊，只有这条路是不是啊？好嘞。前面有线路在前面。好，谢谢你。你要掉头了还是？不是，我等他们上来，我再。你是不是还要掉头了？嗯。你带我们带到哪里为止？还要下去，还很。还要下去，还要很远是吧？对啊。好嘞，好，谢谢你啊。我后面来。好，好，那个骑马的就是送到这里来就为止了。对啊。哦，快得很啊。这些地方是下坡嘛，他不敢骑。好，好好好，好嘞，好。好，这都是杜鹃花，估计到秋天非常好看。满山遍野，红的、白的都有。大雾，对面都看不见了。那边是一个村子，
啊。这家的水还是电暖呢、啊？哦，引着水渠。水渠。啊，我们就在这个山间的羊肠小道上穿行。